我当场甲你解释过啊，你唔相信？好啊，但即马大家拢伫个，做一届交会讲清楚，有啥问题你做你嘛。哎，白大夫哦，你这个甲阿嫂甲嫂母的代志拢讲清楚啦，啊，若无伊讲啊，你甲厝哥路食饭哦，这件代志哦，阿嫂伊感觉真烦恼啦。我已经当场甲伊解释过啊。 包公主火炉是咱大通集团的董事，嘛是我酒店的常客。虽然伊是傲客，啊，不过伊嘛常常带人客来，我赶快要甲伊应酬一下。我只是甲伊食一顿饭，够有像安尼大做文章，敢会伤好笑啊？啊，不过我明明看到恁两个互动真好，甚至会当讲是足亲密，足亲密的。我问你，你讲话较小心的，什么叫做足亲密的？ 可能因为礼貌上，我对伊较客气的，啊，不过绝对无可能是亲密。假使讲你认为讲，我若是对伊笑一下，甲伊敬酒，甲伊斗茶，甚至是递一个纸巾给伊，这叫做亲密。那我甲你当讲，你真正有够卑鄙的，跳到你大姐面头前使人。你上好是卖让我看到你甲任何查甫人有同款这款亲密的接受。我无话讲话。 真相到底是安怎？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我当然嘛心内有数。迄天你甲我车倒，无甲我囡仔害死，所以你唔甘愿，就走当个西龙。我问你，你敢袂当卖家你伫菜市迄款三姑六婆讲闲话话的材料，摕倒来厝内底用？迄真正让人足讨厌。大姐，大刚安尼冤家，对太姐真正足无好诶。我搁需要点少偌久啊？啊。 不如，啊，即摆的局势啊，变了紧张，所以美姿咱变的是较济啦。而且我进前啊去富阳，才当无命。加上这朱慧罗，伊即摆是超过伊，甲你今仔日领我，你真正要小心注意啊。讲起来，阮是烦恼讲你会去受到伊的利用，甚至受到伊的伤害啦。大伯，你较会讲话，啊，不过你意思甲我们是差不多。 你就是怀疑我甲朱火炉挂钩，要伤害大仙，伤害这间厝就对啊。啊，搁有啦，我敢唔当麻烦你，甲我妹子一寡讲话技巧。啊，若无，敢若可以逐天甲人冤家，伫外口替你制造麻烦，就制造袂了啊。白夫人，你莫伫遐拍龙画救人哦。敢若你讲要甲朱火炉应酬，就讲袂过啊。你有大通集团遐尼济高？ 敢有需要等于见伊酒店？啊，搁有，你进前对朱辉楼是这么无客气，是安怎你甲大金结婚了后，你就对朱辉楼这么好嘞啊？你袂感觉你安尼足矛盾的？我有大通集团的股份，嘛是最近的代志。我甲朱火炉食饭，你嘛要家己想家己对。你讲我对伊好嘞，我对伊无客气的时阵，你敢有看到？伊若是对我无客气，我就对伊无客气。 伊若是对我好嘞，我就会对伊尊重，这叫做互相。都好亲像是你，你大刚找我冤家，针对我，我都无可能对你客气。哎，好啦好啦，美姐，阿夫人，我把代志的前因后果解释清楚啊。伊真正是甲朱慧罗当作是一个人客在应付尔，他家伙办事用，这件代志，无需要继续搁讲个名。芙蓉。 你的立场，阮大家拢知影。而且你话嘛讲清楚啊，安尼嘛好啦，大家心内啊，袂阁有任何疑问啊。啊，不过我讲我是一句话，这朱慧罗已经危险，伊对伊一定会小心着。哎，阿哥，阿徛在哦，关心芙蓉，我立场，你讲的话哦，我都接受啊。啊，多谢阿嫂。 你讲芙蓉甲朱慧罗，迄是我有诶部位，啊，我听起来好亲像我是做我几工款诶。你诶某啊，麻烦你顾客者，啊，若无我感觉真困难。啊，阿夫，我甲你炖一寡煲汤啊，啊，你等下啉啉诶哦，再去歇睏，我先来味啊，哦。
帮我买些写信无聊，是刚刚我们找我麻烦，早晚我会给你好看。喂，白夫人，先跟你讲一声恭喜啊，听讲你阁有信啊。你乃怎样？你唔知我消息足灵通的啊，是讲你那老爸到底是谁？是江大金，还是你的客兄做伙咯？我听无你在讲啥。卖遐假啊！拄则你的客兄跟我开讲，讲我真欢喜，把恁两个代志拢讲讲出来。你卖听杨伯讲，我甲伊无啥物。我的垂青名闻声有偌厉害，我敢毋知影？你甲做伙咯，有安怎无安怎，你家己心内有数。我这想袂到讲，既然当顺水推舟做便门人，互恁两人合作伙，我这样是安尼啦。我上无介意人讨人情，恁两个到时阵若真正有结婚，免特别感谢我。每人这红包爱给你，包括大包的就好啊。你若是挑工敲电话来糟蹋我，你成功啊！我无想要甲你讲话，再见。哎，等者。你又搁拜托的，我刚好才无聊，专工打电话来甲你考试，当然是有重要代志要甲你讲。有话紧讲。我交代你的代志处理了安怎？客户已经无耐性，一直对我施压力，所以我爱你，赶紧甲尴尬的琐事找出。我已经尽量在找啊，啊，不过就是找无，我是当安怎？安怎？假使你唔赶紧把尴尬的琐事找出来，进前你老体的代志，那可能今嘛是有新这个秘密。若有尴尬人知影，你家己想看卖，你有啥物命运？你竟然敢威胁我？我小人唔敢威胁。我咧想啦，到时阵你予江大金踢出你尴尬，然后有花就能顺理成章等于尴尬做江大金的某。我若提无锁匙，到时我有落票，你就花钱惨。啊，你无需要威胁我，我会赶紧找到锁匙，安尼敢会？真好，爱记啊，甲你讲过的话，下底已经无耐性，我嘛同款。即马老客一直想要找到咱尴尬的锁匙，啊，不过我就是认为这个白夫人袂当相信，把锁匙放伫厝内底是危险啊，所以我已经把锁匙藏伫你办公室的秘书内底啊。欧美姬，你竟然这么封闭我，我想要藏锁匙先。不要紧，伫办公室的秘书。上天办公室啊，确实是更加安全，嘛更加保险。你又安怎讲？迄个所在，就敢若你甲我两个人知影。梅姐，想要真周全。啊，对了，明仔载哦，我要落去南部一撮，你甲我做伙来。现在雄雄要去南部。哎，上明仔周总伫遐办一个餐会，邀请在地啊一寡公司甲企业的负责人，所以这应酬啊，我是一定要参加。你敢无法度跟我做伙来？好啊，当然会。老板，阿仔休困嘞，我先回去房间。哦，好啊。阿我呢，差不多要回去房间休困啦。晚安。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？真紧就知道。哎，志文哥，你这部技巧也袂歹，等一下地方地应该就心甘情愿把锁匙交出来。卖怀疑太早，这话咱提出来再讲。
声啊，久啊，家己人啊，人来就好啊，搁走物件无啊？啊！小唐，今晚继续干活啦。当然啦，咱大家哦，拢是替客大做代志。是讲，之前哦发生的一挂代志，我感觉哦足无安全感的，所以来合作进程，我想讲来是，甲恁讲一下条件啦。讲条件，无你是啥物身份地位来讲条件？你无看边个人？等一下，地方地地摕锁匙来换伊的命。意思就是讲，我已经无需要你啊。你一个一点仔利用价值都无的人，搁要讲条件？你是要笑到啥会出？张志群，你头壳歹去啊？啊？你应该比谁拢较清楚，戴皇帝这人有偌歹对付。你是倒位来的主神，敢讲话这尼啊嚣掰啊？你唔惊等一下去戴皇帝电到金死死哦？我相信啊，等一下戴皇帝送过来，那是锁匙，真有可能佫会送你一份大礼。所以你若是跟我合作，应该是互你加买一份保险啊。为我会当利用戴皇帝对我的征婚，保你两个平安无代志。所以安尼讲起来，我对因来讲应该够利用，可以达成。哦，你要几个条件？讲听我嘛。一个，真简单啦。我会替恁摕到地界的锁匙，啊，不过等客大个将地界款款起来了，我恁从原先搞。好，这算无困难的事，我会帮你甲客大签，绝对让你满意。来啊，物件买啊，来，大家坐一下，坐一下。多谢啦，阿哥等一下，先我处理一下树林的。是你所想的。我之前哦是咧丢毒，到底要行正道，是行歹路。啊，我想想哦，行正道伤过坎坷啊，我也是较介意，一步就会当飞上天的感觉。所以之前甲你讲的遐个话哦，你当作我是咧讲笑话，听听就好。你无有意啊！你真正无有意啊！爸爸用心啊，希望你会当回头。你讲咧，你甲阮死性无改。我讲即摆所有的人，所有的人对你拢轻视嘛啦。恁都好啊，安尼毋是顺利，互你会当安安心心接受我的一切。好啊，废话莫讲，我惊我以后无机会再啉一杯。所以，来啦，一杯我敬。老板，你放心啦，我跟两个哦，拢安排好势。等一下你交付锁匙的时阵，唔叫所有细汉啦。那个时候才团团围起来，除非张志群还够勉强，因为差死啦，啊那无，因绝对走袂去。无唔对啦，一届哦，一定要让张志群啊，食一顿啊粗饱，一届就甲好起来。唉，我即摆哦，伫咧烦恼大人的代志，我拢无其他的心情啊啦。大人，我安尼真无简单呢。才甲带倒转来地间的灵祖归亲，我明个摕伊性命去搏，我即马只好将这个锁匙先交伊，然后我再来煮下面头前来甲伊赔罪。
会安怎？你是要保恁宝贝后生的性命，还是把锁匙留下？皮皮小人，敢来遐用威胁，定系人这种傲步。爸，你袂当。张主席，你最好莫白来哦！啊，我这后生若受什么死角差，你也免小心要提着锁匙刷来去啊！恁爸阁强把你处理掉，你莫伫遐搞黑去啊！你若是无提锁匙来换恁后生的命，爹你处理我正正，你就先处理恁后生的后事。我看着你就要爱锁匙命，好啦。咱就安尼照片照行啦，时间哦，我若到位，就是一手交锁匙，一手交人啦。你人哦，若是无出来，你也免小心讲摕着锁匙啦。你莫这么啰嗦啦，乖乖把锁匙带到我指定地点，然后摕着锁匙，我自然放啦。你上好是一个人，若是我发现你带的卡手，你就准备替恁家的命。张志群是在讲啥？伊是甲你刁难，还是讲搁开什么不公平的条件？你即摆把指点讲我一个人会当去命，袂用你搁再传啦。但若时间地点嘛，伊随时都会改变。听候我到位了，就一手交人，一手交锁匙。等下啊！你袂用家己一个人去啊，安尼是过危险啦。我安尼开检打你作车，坐倒回来我都还袂弥补伊咧。即摆阁我拖你着，阁有张志群拖遐伫咧苦斗。白日哦，我去吃也无偌久，我着用我这条老命来去换大林倒回来。我认为讲安尼做，我冇迄个价值啦。闪啦！无啦，等，等下，你即马先甲冷静。我知影，你是烦恼大林的安全。啊，不过嘛因为安尼，因知影你为着大林什么代志，你拢倒去，而且利用大林来威胁你。我问你无，你带我到两个过，你相信阮两个能力？咱三个人一定有法度把大林平安带倒转来。情。
在你